Who am I? 我是小B, 本名叫做郭巴德, 现在正在苦练吉他,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位像神一样的吉他手, 其他没事喜欢逛书店, 但, 今天我, 也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这本书很瞎欸。 上课了，你一定要忍受这种待遇吗？哎，还在做白日梦啊？该去上课喽，我们去上陈伟老师的课，他的课多赞啊！走啊，我们一起去上吧。